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心，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就坐，谢谢。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我今仔日要来用两点钟的时间来跟各位研讨，到底目前台湾的国际地位是甚么？哦，这个咱爱，咱过去受国民党政府六七十党的迄个粪扫堆伫咱的头壳，啊，所以。咱的头壳，若要用讲古早你受的教育，完全跟事实拢无共款。用咱的头壳咧想，拢想袂通，真正是安尼。我读册是读上侪的人啦吼，啊读愈侪吼，愈会感觉讲，啊咧处理代志的，简单讲啦吼，你较早伫台湾，我较早伫台湾读的册，处理到外国，较会拢总含遮个受的教育，拢总无共款，哦，所以今仔我了足迄个即个两点钟吼，要来含各位理解台湾目前国际地位是啥，顺刷，甲各位复习，咱民政府的法律见解，你要安怎含人讲会通？反正你若去含人讲吼，你初级班读了啊。读了啊，反条去跟人讲哦，讲一半。喂，我搁登来问看麦，还搁来跟你讲。足侪这款情形，我头啊，我为着这个研究足久，较彻底理解了吼。来，我先开始来跟各位来做这个。要今日要讲的，就是。目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啦，吼！啊，伫要讲这进程吼，咱迄个这三字是啥 ？TCE 是什么意思？哦，对，台湾细胞 government 哦，就是细胞，这里就要紧吼。那无这里吼，外口有台湾 government 吼，台湾政府啊，是不是？今天有看那个自由时报的人，有看台湾政府去用起诉。今天的自由时报，我坐高铁来啊，看讲哦，民政府是甚么去用起诉？你敢知道台湾政府，伊去占中兴新村，哦，是安那开始去占中兴村？咱警告他一直咧，他讲不要与中华民国政府对抗，有无？因迄明明是咧对抗，去占迄。没得对抗，读册读得卡加偏人吼，来，这就是有一个这个西某，西某就是民啦吼，TCE 一定爱这个西重要紧吼，因为 TCE 的顶面也有一个机构，就是 USMG 这重要紧，咱伫 USMG 的保护伞下，咱就安全，哦，那无这个 USMG 甲咱保护吼。随时会当甲你掠去，去枪杀都有哦。你嘿，吼、所以这个 C 就要紧哦。TCG 是伫 USMG 的下骹，
哦，这大家一定要理解要清楚，未使无这个私人，这个细胞高们是伫 USMG 下卡啦，哈、哦。啊，来，咱伫各地方，咱的哦，总共台南政府、高雄民政府、台中民政府，咱老去参加。啊，咧迄、那个咧开幕的时阵，咱来遮，哦，张潘理事长甲咱开幕的。啊，一定有开幕程序有安那，有唱安那，三条国歌，是安那较着唱较三条。国歌一条咧，啊，咱一直想唱较三条呢，唱较暗知咧唱啥意思啦吼。啊，着我英语伫咧拉叫，啊，我今日小可甲咱讲一下，这条国歌吼，这三条国歌的内容到底是啥，互咱小可知影讲啊，咱等底下咧，哦，来唱迄个台湾临时国歌，啊，唱啥啊，都拢用英语咧唱啊，啊，到底是咧讲啥？哦，我简单，即、這个互各位知影一下吼、哦。来 ，excellent song 就是即、這个 excellent 是出奇的意思，吼、哦，就是啥呢？出埃及记，吼、哦、，excellent song 就是出埃及记。啊，即条歌，甲看看咧，真合咱的意思啦，吼、哦。啊，所以才用这条做临时国歌。我今天用这个国歌给咱听，也是要拜托咱各位，你若有熟悉的好朋友，赶紧，咱今天无国歌，会使开始慢慢仔做啦。哦，我有人讲过足侪，啊，有人足侪写歌来给我啦。哦，啊，我到时我伫民政府迄、那个咱这个总理府内底，阮就来讨论看，要用对一条来定做咱的国歌。哦，啊，国歌吼，都啊，免唱个热热肠啦，啊，免爱好唱，哦，啊，够有精神吼、哦，啊，这个 extra song 吼，这个吼、哦，你看 ，this land is mine， 这是我的土地，上帝给我这土地，给我这勇敢古老的土地，当朝阳照在丘陵平原上的时候，加一句足重要的 ，free run free， 可以，我看到了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的地方，咱在台湾。安尼会当自由奔跑，会当足自由，这就是咱国歌的。你看世界各国的国歌吼，拢是咧讲这个。美国国歌嘛是啊，同款。英国啊，日本啊，无迄个什么加拿大啦，什么拢同款。爱有一个自由的国土，这个是国歌最要紧的哦，最要紧的所在哈。爱讲这。车扛我的手，带领我走遍这个土地，带领走这个可爱的土地。我虽然只是平凡人，但只要你在我身旁带领我，我知道我将会变得更坚强，将这土地变成家园。如果我们必须战斗，我将奋战，将这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即使奋战到死，这是我的土地。哦，咱为着要保护这个台湾。这是这个歌，所以这个意思，咱用这地做咱啊，咧唱拢咧唱迄英语的啦吼。啊，我从这翻译出来，互咱知影讲，这个临时国歌，确实有伊的意义伫咧吼。咱要建立一个水的台湾啊，自由的地方吼。这个是来啊，第二条咧唱啥啥？日本国歌啊，这个日本国歌吼，足简单，32字尔。32字，日本国歌吼，日本国歌唔是从到今唱啊到今呢。你对吼，1914啦吼，啊到1945，咱足清楚是啥物年？大战，咱大日本帝国战败的日吼，诶，这个国歌也去用禁止呢，禁到到当时呢，1999哦，迄、那个。50几当用禁的呢，麦阿萨去到地证明了，将日本国歌甲袂使唱哩。哦，因为日本国歌是咧讲天皇，咧讲天皇安那安那，啊，所以这条国歌叫麦阿萨甲冻嘞啦吼，啊冻嘞到1999，好像到这嘛恢复无几当嘛吼。较讲哦，准你个是，即卖一直准一直做啊呢，即卖一直准一直做啊。准甲日本啊咧改宪法，要改啥？集体自卫权，什么叫做因进无集体自卫权呐？啊是安那呢？我来告恁兜，要甲你拍哦，你拢袂使甲我反抗哦，啊，着到真正拍落去，你才会当出手回啦。
啊，即摆若经济自由权起来吼，我来搞一个比安尼，啊，你就当先阿木落啊。日本就是要改哦，咱互咱知影，经济自由权就是要改拍哦。啊，你袂当搞安那呢？日本真就是安尼，你中国安去搞地去啊，西飞机去对咧个，乖乖嘿，乖乖，等落去又拍着了，你该当反恐啦。啊，即摆跟你解释吼，互咱大家小可了解即个集体自卫权，就是咧，你啊，你射入到我领土，我就会当甲你拍，是咧变说吼，伊所以日本通过安尼吼，你搁介绍看卖咧，伊就会当直接甲你拍吼。啊，来，这条歌敢是迄、那个，迄、那个三十二啊，敢是世界上第一国歌？不是呢吼，世界上第一国歌吼，有一个国家。噶啦，二十就唱了啊！哎、欸，这个国歌好做，伫只我写伫只。乌干达，乌干达，哈、哦，乌干达，二十五秒哦。是啊，啊，我唔敢甲写出来，因为我当真甲唱。伊这个国家吼、哦、足奇怪，伊那迄个，你甲唱哦，版权所有你爱甲纳钱。啊，我讲你恁当恁兜会使哩，你电脑甲开起，啊，甲摕乌干达国歌，你甲放袂要紧。啊，我若当真是公共场合吼，甲放嘞，我违反商标法，我爱去甲纳钱。吼、哦，乌干达是安尼啊，这条国歌，所以我恁若爱听，啊，有若袂歹听啦吼。嘿、哦，伊二十五秒尔嘞，二十五秒就了吼、哦。来，啊，第三条是咧唱美国国歌，是安那个在唱美国国歌。哦，这个占领，我等下学习是根据什么？伊先根据什么来占领台湾呢？根据对一条。有、嗯哦，一条呢。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内底的第二十四条。哦，第二十四条哦，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总二十七条。第二十四条吼，写讲美国是 chief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国，所以第二十四条，恁吼规章二十七条，恁免逐条记啦，记到到尾，几啊条傻傻的无半条啦吼。你干呐记大部分两条得啦，二 B 哦，阿含二十四哦，阿个加个来会当加四 B 啦，四 B 吼。四 B 是咧讲到 USMG， 哎、欸，真正有讲到 USMG 呢，哦，哎、欸，讲、欸、哎，靠，美国靠，靠，真正有 USMG， 我等下个秘书长交代我用一篇文章，我各位看 ，USMG 真正有，唔是啊，他口说大家讲啊，恁家己民政府家己做，是不是 USMG？ 美国军政府有无？确实有，哦，啊，这个，咱这个。迄、那个二十四条是咧讲，第四条 B 是咧讲美国军政府哦。等下我会将迄篇文章，我本来要用十分钟，秘书长交代讲，用三十分来讲解迄篇一个中国迄个代志。我等下，我有印出来啦吼。啊，我等下伫，我会用这多安尼短短啊，多安两面吼。我等下详细甲咱了解。你这个等下这篇文章吼。那你若拢总了解吼，差不多咱的理论差不多拢叫讲了了啊，吼，拢叫讲了了吼。来，美国国歌，来我甲翻译做中文吼。你可看见透过一线曙光，对手发出，哦对啊，迄、那个火炮闪闪，炸弹轰轰作响，因为做这条国歌的时阵是因咧对抗英国的时阵，吼、哦，咧对抗英国，咧反叛，咧对抗英国的时阵所做的国歌啦吼、哦。啊，所以。这个喏，一个咧烧钱嘛，啊，所以也讲说，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它是见证国旗，那跪你摘起起来，哎，国旗安然无恙搁掉底啊，哦，你这个啊，讲说，你看新条旗不是高高飘扬，在这自由国家，勇士的家乡，嘛是咧讲自由啦，吼、哦，要紧就是讲，这自由的国家，哦，啊，咱大家当下咧真。真完整啊！伫这个自由的国家啊，所以恁来啦，好朋友是做遐，对，好唱啊，短短啊，啊个表示自由，安、啊、就是咱的国歌，爱好唱哦，唔当用迄个较歹唱迄个
啊，唱了啊，三面注意啊，我打，啊，唔知咧唱啥哦。哎，今天咧唱，哎，国歌，大家精神拢足好呢。当嘞，噔噔噔噔，哦，哎，精神还好，表示咱的气度了哈。哦，啊，这条是较早，丢了教会做迄个台湾最近吼，啊，我那伫二三十档啦吼，这条我们足侪人会晓唱嘛。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最青。这条吼，张乐教基督教，而且张乐基督教的也少哈。咱较早拢唱这条来做国歌啦吼，但是吼，这条歹唱的所在，咱不是每一个人拢这样唱。我唱你听讲，太平洋西南海边，边靠近无？美丽岛，台湾最青。啊，看做迄落啊，安尼看无够好听吼。啊，我甲作者讲，这个作者足有名个呢。这个作者是啥？萧泰仁。啊，迄个做歌词的是啥？邓丽君牧师啦，邓丽君。啊，伊两个我拢甲讲，哎呦，你做这個，我唱互你听。这吼、個，我足好唱歌，唱了就歹听啊啦。啊！你普通人唱了也较歹听，你唔得用迄、那个、哦。太平洋西南海啊！啊，你砍掉就好啊！吼、哦，哎、欸，我就开玩笑咧，讲啊，唔过小太人甲讲吼，哎、哦欸，老弟，伊加我稍微两回呢，老弟，伊身体歹啊啦，伊即摆拢伫美国，啊，拢进出 ICU 吼、哦，加护病房，我是 ICU 进出加护病房啊，伊讲伊无法度啊。伊叫我另请高明啦，吼！哦，这个小太人伊是两当前的当半前十月二十，有等来中央中学啊，看阮夫妇做伙翕啦，吼！啊，等伊了，伊就甲我讲，伊无法度做啦。啊，这是咱台湾人伫世界足前的一个作曲家吼。哦，伊的迄、那个迄、那個、音乐吼，世界大家尊崇的。啊，我拜托讲，好心嘞，你过来甲阮做，咱做一条啊。哦，你较早做迄条吼，迄条歹唱啦，吓啦，吓，唔是讲歹啦，迄条足好个咧，啊都歹唱会好听，唔是，迄若高唱会唱足好听，啊，咱即个普通人吼，唱袂水啦吼，啊，我多伊家讲，伊真正最近身体，伊吼伊骨癌癌症啊，啊，对，即卖拢不做了啊，所以我多，啊，这是伫世界上音乐上即个萧泰仁是有够强个人啦吼。台湾国歌的损失，我要讲过。我写你只 Commonwealth， 咱台湾吼，照咱的法律一直行，一直行，行到最后，会当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未？啊，会当未？是安那未当？有一个可能，无有一个可能会当呢？咱吼，咱即卖一直咧努力了吼，实现呢，跟日本并作邦联嘛，吼。日本天皇伫顶面，一个日本政府，一个台湾政府呢，到时是安尼呢，哦，合作邦联。那阵英国的邦联足多啊，纽西兰、加拿大、澳洲，什么啥有诶无足多？敢无可能？把你那拄啊好天皇，手势也好讲讲，好啊，帮你台湾做生啊，啊，咱就是真正独立的国家。这是较少，但是有哪有可能？不是完全无可能啦，除非日本天皇愿意帮。放弃台湾嘛？伊是干哪？历史世界大战朱金山合约下第二条，必须下放弃台湾的管理权呢？主权义务他还在呢？哦，伊干放弃呢？哎，那到尾讲啊，主权义务我也无来啦。啊，你咱好命啦，咱就真正会当独立啦。啊，所以真无可能，拢无可能独立。所以若讲到讲我们台湾要独立哦。你空想梦想啦，吼，空想梦想。但是日本天皇啦，就说也管办，愿意放弃，够有可能的放弃，我想是无可能啦，吼。来，你看英国的国歌，英国吼，喂，这个 Commonwealth 吼，54个呢，主权国家包括属地所组成的大英国协呢，54个国家呢，吼。啊，咱呐到时是变作两个尔，日本跟台湾尔，吼。大英国协看遐侪人吼，
加拿大，我是这拢唔免看啦，吼、哦、伊。啊，纽西兰，因为用的毛利语，你看，你看纽西兰的国歌伊嘛是愿其祝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自由之境，拢是咧讲这个国家拢爱自由啦吼。啊，所以恁老好朋友，恁拜托去做啊，做做咧，都爱这自由一定爱肯入去。靠，阮咧到时要评选的时阵，才会讲啊，这唔该是像个国歌，啊，如果较短短啊，佫好唱，安尼吼，阮就评审会对了吼。哎、哦，来，啊，佫刷咧，刷咧，这个主席都爱读家吼，恁别日啦，恁受训转去了，恁就变是。譬如说，讲，譬如说，高级公务人员咯，吼，迄是高级，什么叫做高级公务人员？差不多政务官迄类个呢，唔是迄个小小啊，迄个事务员迄啥呢？嘿，拢是高级的。啊，高级的啥？到时你都爱只，哎，主席宣读啥，你都爱念哦。所以等于吼，这有哪爱念？爱念，唔敢来念，念爱记，是安那呢？伊即个两个主张，两个立场，吼，来。那这样五言智慧来读一下家的。第一个主张是什么？来，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来，第二个主张，遵守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有两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是促使各种方法使中如王中华。好，最后一个立场，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您敢知影最近有迄、那个有人去占新政府？哎、啊，是倒去占的？嘿，台湾政府不是民政府，无伊哩啊，所以因吼，因会判罪，是安那？因顶面无迄个 USMG 的保护啊，所以啊，咱就讲哎，看、欸、中华民国，你就唔免去看伊对抗啦哈、哦。我们不要对抗，我们不要对抗中华民国 哦，不要对抗他，因为你进亚克底，他在还是在统治，你不要去碰哦，你不要去碰他，哎、啊，因为。但要看民碰，我说因古早，因古早拢老师呢，遐迄几个啊，蔡明发啦，啊蔡继元啦，啊什么王丰泽啦，迄拢好，比我较老师的老师呢，啊读的卡正拼人，册无啦册读的卡正拼人啦，哎都唔免去看民对抗嘛，要叫你去哦看民小龙，要叫你做革命先烈，要不要？不要啊，咱是啥？哦，秘书长，我跟你讲，那是革命先行者，唔能去做烈士哦，唔能去当庙要干咩小龙，哎、欸，你龙，哎、欸，伊人要叫你去小龙，讲你家己去得，哎、欸，你家己去得，阮他个法律是唔是安尼个，唔是要跟中华民国政府对抗，咱是要对美国军政府执政权的，咱唔是要对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你美国政府要家己去处理了，我等下佫讲这个是安那个，迄个你。中华民国安那来接的，安那迄个原因是啥？咱的法律讲啊足清楚了，吼、哦。啊，所以唔通安尼，两个立场，两个主张，爱遵守就好了，吼、哦。哦，啊，这是哦，我特别要用这个各位看，就是讲哦，台湾吼、哦、目前的公务人员偌济，你敢知影？二十几万呐。啊，咱正规的。也未够，四千个也未够，啊，搁中来来有分的呢哦，啊，得搁转来点招吼，哎、欸，来，哦，我做这委员长哦，我若听到秘书长咧讲吼，哦，快主政啦，我拢要分去，是啊，要分去，我无人当派啦，我真正人无够人派，要派去遐多，你即卖被派去吼，是拢是亚邦出来呢，咧管理的呢，哦。下骹遐公务人员、低级的公务员拢遐存在呢，啊，你去咧管理的呢，啊，所以吼，我逐摆咧用这咧甲你讲，啊，你若改一口气吼，我保证，你一礼拜马上变皮来转来，包括我看转来，绝对的，保证变皮来转是安那，哎啦，唔是啊，黑熊几个人互你带，
我讲这吼，就是要拜托讲吼，你吼赶紧，你的换贴的，你的好朋友赶紧来受训。看你，我讲啊，这个张某某，伊都看这个李某某，这都、個、我甲推荐来，到时我要派去对，我要这两个，恁甲我讲，啊，我都该派，互你两三个啊，做伙派去啊。较袂家己一口气吼，随便撇来转来啦。啊，所以恁拜托恁讲吼，人也无够吼，啊，恁着搁招恁的好朋友进来受，看恁到时派去迄个所在。咱这夜班出来呢，其实要管东管西的呢吼。哎，啊，你家一口吼，那家己一口气当然无判啊，你着捌来犯着啊，捌无头吼。啊，要搁转来讲找秘书长，秘书长无迄在调查个，大家拢找伊啦吼。啊，所以拜托，这吼，吼、哦、要派所在有够多啦，有够多啦，什么吼、哦？你看，简单讲嘞，吼、哦，足侪单位啦，吼、哦，吼、哦，啊，搁有一个政治局，吼、哦，这，这个咱嘞官方网站拢有啦，吼、哦，加这官方网站拢有哈，哦，啊，什么，后、哦、来加什么转型正义啦，什么道义啦，啊，要派足多啦，吼、哦，哎，啊，这卖新嘞，这新嘞。这拄啊，只是旧的，我有分迄个政治局有啥物啊？这较新的，就是主席团七个人。哦，啊，咱即摆阁已经蜕变了，改，大概这礼拜阁发布新的消息，就是啥呢？总理府要有七个人组织，吼、哦，我像按这么念都七个要组总理府，啊，总理府会较改，较管迄个各州的政策部起来，总理府了哈，大概下个礼拜各公布迄个各州长要换人嘛，伊毋是要换人，要调起来中央，迄、那个国务院内底，阮爱需要几个嘛，总共较有经验的，拄我食迄个石凯，哦，伊实力也足好，可能爱个调伊来中央做总理府的人。台南州政府，叫高雄的无？高雄也少，哦，可能啊，迄、那个石凯啊，连伊因为哎起来装礼物，啊，台南州，可能王州长哎调起来顶面，哎调起来装礼物来底，所以后来拜山可能特别交接了哈、哦，大概是安尼，因为唔是要讲换，因为需要因来国务院。总理府内底要接，阮有组织一个七个人小组，吼、哦，迄、那个嘿，这段任务都来起来的，啊下骹遐个哦得各位啦吼，我先个，啊所以这是新的迄个啦吼，拢、哦、总啊来，参谋会议啊内阁我咧讲的总理府是遮，啊个是参议院和众议院，啊是司法多五个单位嘛，司法院、众议院、参议院。啊，内阁总理啊，参谋联席会议都五个单位，哦，这个台湾政府诶组织是安尼哦，哦啊，国安参谋会议内底较足侪啦吼，哦，来，这是哦，各位安尼简单看一下，啊参议院内底有31个人，31个参议员，这是我是中央的啦吼，啊各州各有州政府的迄个参议员、众议员哦，啊这是啊众议院有77个啦吼。哦，啊，这各州的，我就唔免讲遮，各州有各州的迄个人数吼，拢有一定啦吼。我、哦、这已经派了啊，就是要去吼，什么单位哦，即卖新的派啦。啊，恁哦，恁这高级班训练了吼，恁就取得公务人员资格。啊，若咧检招的时阵，你就爱当来检招，确实讲啊，你无叛逆。哦，有诶，咱判几足侪啦，台湾政府遐拢咱遮判几诶啦，讲个判只，迄就是背叛啦吼、哦，背叛去，啊，着确实搁等下，来咧点招诶时阵，恁来等下点招，啊，点招了，较开始甲恁派工作，吼、哦，啊，你若有搁叫来，人你赶紧甲阮通知，讲啊，这两个着我会换贴诶，吼、哦，啊，我叫伊来受训诶，啊，你甲我讲，啊，我着甲你安排，含你做伙，通派出去，毋通到时你家一个人。啊，去到底，哦，无判变票来转来安尼个，吼、哦，哦，要排单位有够多呢，有够多啦，
哦，一个单位吼、哦，一个单位都较派到我真多，咱六七个、七八个人派呢，应该都要派出二三十个一个单位去呢。啊，真拢人也无够好，那光景之前哦，我先倒第一个，我无法投降，我投降，无人安排了哈，啊，所以。哦，这是国家新的，这是国家新的迄个嘿吼，内阁啦，什么啥吼，啊参议院啊众议院，拢有五个，哦啊各州的郡守吼、哦，黑熊部队来，哦拄啊只遐是，我安尼简单就将这个人员的编排，啊各位体谅我一下，赶快。你再更多的人来受训啊，让我们的派去的人足够哦，尤其是年轻的家哦，雄厚几个撸年轻，哎、欸，这是 permanent， 什么是 permanent？ 都是永久的呢。哇、哦啊，你进了二五岁啊，你做哇、哦，你要有五六十当当做呢，做到八十岁、九十岁拢要做人呢。哦，不是算讲连伊六十五岁就退休了，阮就六十五岁退休啊，吼、哦，我是到七十岁才退休，安尼，咱这当做 permanent 的永久的公务人员了，吼、哦，当然咱这四项也有呢啦，剩下几个无啊，吼，啊，所以剩无几个，若要受训，请探查，吼、哦，啊，佫过后壁受训，到时咱啊到年底吼，啊建管队吼，哎、欸，要来报名就佫排队啊啦。因为民进党遐差不多拢会过来，看伊时势，你看因正开始吼，时势一直咧变啦吼。因到时嘿，你若无紧后来报名吼，迄个到时要报名就排队排到啦，嘿，到时就排队排到吼。无啦啊！但是都爱你，爱咱这规定都爱，咱的初级班爱读了，高级班爱读了，爱个点招，开始当做正式的呀。啊，所以。因遐哦，无论你做到什么立法委员，做到什么蛙哥，来叫排队，在我们的后面，哎，照排队哦，有次序的照排队哦，不是要我一，我捌做过立法委员，啊，我捌做过市长，来赶快对后边开始排去，对后边开始做咱的后边哦。来，今麦就是要讲这个目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我有找几个迄个，几个啊！我一个，无啊多，时间无够一个吼。我将迄个，我有六个啦吼，有六个啊，将这六个我简单提几个过来讲的吼，讲未了，时间无够。第一个，这个第一个吼，这2014年4月2日吼，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在问听证会。啊，主管这个亚洲的 Kerry 哈，国务卿哈，伊咧解释啊，解释了无啥好势，啊，人国务院众议员甲问，啊，伊解释袂出来，啊，前迄阵2004年到即摆吼，无人解释好势，啊，所以最近佮出一篇迄个一个中国政策的公家吼，我等下会介绍者。来，第二个就是要介绍这鲍威尔，鲍威尔哈，鲍威尔，伊较早是中东战争最有名迄个嘛哈，哦，鲍威尔以后做美国国务卿，伊伫2004年伫北京诶 press conference 就是记者会，安尼讲吼，讲台湾不是国家，你听了你会赢啊未？恁台湾毋是国家，啊，正式都安尼甲你讲啊，你台湾毋是国家哦，啊，佫过咧。哦，这是鲍威尔，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哦，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啦。诶，这鲍威尔讲的哦，不是讲，伊有人讲台湾也不是国家，中华民国也不是，哦啊，台湾不享有主权。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哦，这是 SFPT， 就是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3条，我这一定来讲，重要紧的23条，下讲啥 ？Chief Occupying Power 就是伫美国的手里，哦，美国是 Chief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哦，这来
各个复习一摆。Chinese 台北，有无？中华台北，咱拢讲中华台北。事实上，诶，伫世界上的名称敢是安尼？唔是，中有删掉足侪来。Government in exile， 啊，所以正确的就是。来，中华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了，伊这个无去啊，这个无去。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迄一个英语来加一个啥 ？exile 这里吼，就是流亡的意思哈，流亡 exile， 就是啊，咱这边拢是讲啊 ，Chinese 台北是咧讲啥？吼 ，Chinese 台北。Chinese 跟台北中华台北，这个中间也还有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流亡政府在台北，哦，啊，咱较早唔知影，我是台南人，足奇怪呢，讲 Chinese 台北，啊，是安那较无讲 Chinese 台南，啊，无 Chinese 高雄，是安那较拢个代表，敢那用台北尔，啊，原来咱有读到照国际法律是会当用实体的名。多次的名呢，哦，那时候就韩国政府流亡二次大战的时候，韩国灭亡啊，走来上海，叫做啥 ？Korea 上海。法国灭亡了，法国走去伦敦，叫做啥 ？French London。我拢用多次的名，国际法内底会当用多次的名，袂当讲French England， 我、哦、英国呢，哦。伊袂当用 Chinese 台湾，不行，国际法上一定爱用流亡政府，一定爱用城市的名字。哦，所以你哪安尼看看？你敢当讲中华台北，中华台北，迄就是流亡政府啊！哦，事实啊，拢咱敢当骗啊，拢唔知。我多只咧讲，咱头壳底甲规个世拢唔知啊。哦，中华民国偌伟大咧，什么什么，结局是实在流亡政府。哦，实在是流亡政府啊！伊讲，取其头尾缩写，这个展现中华民国 RC 在台湾的国际上真实的法律地位。Chinese 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哦 ，exile 流亡政府啊！啊，拄啊只迄个讲的啦，即个就冒尾哦。伊是当时讲的呢，伫迄个李孔公四年十月二五 ，in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 哦，伫北京的时阵讲的，伊讲个台湾根本都唔是国家，中华民国嘛唔是国家，是不是啊？啊，咱只人美国国务卿呢，伊时阵是做国务卿的时阵呢，啊，你会赢未？啊，咱迄阵都干赢尔，啊，唔讲啊是啊，我较唔是国家咧，哦，我。好来，啊，这第三我也卖讲了哈，第三来讲第四这个，第四哈，这个小姐哈，哦，这个、小姐，伊是谁呢？叫做 Catherine Severus， 凯撒琳西柳 Severus， 我们再翻译说凯撒琳西什么柳，对，伊哦，伊是做啥呢？哎，这个一礼拜前打落台哦。一礼拜，早一礼拜前，伊是做啥呢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美国的卫生部跟迄个公共服务部是因做一波了哈，或者卫生社会福利部，这个小姐是部长哦，伊哦，伊部长哦，啊，伊要做部长，伊前是做啥呢 ？She was governor of Kansas， governor 就是。迄、那个州政府的主席啊，堪萨斯省长啦，堪萨斯州，伊做州长做偌久，你知无？做七冬啦，2003做到2009，啊了，较互奥巴马甲派伊做卫生部长，啊，咱遮那时拢无报，我前个月，月底伫日本的时阵，看到美国的报道，写换人啦，伊当换过，啊，这是伊前摆来。伊吼，伊伫迄个，伊伫啥物时阵呢？
2011年5月17日，美国卫生部长凯撒明哦，西贝柳斯，反正西贝柳斯啊，哦，在日内瓦 WHA 西贝柳斯的 WHA 说什么啊 ？WHO 我等下解释西贝柳斯 WHA 西贝柳斯 WHA， 简单讲用甲翻译做文字来讲，就是我们已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的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人家，世界卫生组织拢总几个人，194个国家，卫生部长拢每年的5月第二礼拜六，底下咧开世界卫生大会了，吼 ，WHA， 啊伊底下正式甲讲，人家什么人都无管理人讲台湾的诶什么的，干那恁爸有法度讲尔啦，唔知我一查某，讲恁祖嘛，恁祖嘛有法度讲尔啦，哦，伊真正端甲大家讲是安那，伊知影讲，即个台湾是。阮美国安那，小阵营占领的所在呢？恁其他的人无关立场来攻击这台湾，啊，伊也唔讲较清楚了，讲根据旧金山号啦，现在那恁阵就规个拢 OK 啊，吼，无咧，哦，美国拢安那，说美国啊吼，小小，反正讲话拢讲一半，啊，甲咱讲也无要讲个清楚，啊，真正拢安，逐项都安尼，我感觉美国这个国家真正拢安尼呢，拢甲咱讲一半呢，嘿。好，咱叫美国的海个，哦，来，我拄仔一直咧讲 WHO， 啊含 WHA， 咱 WHO 拢熟悉啦吼，有无 ？WHO 是啥？世界卫生组织，那是 All Organization 组织。啊，什么是 WHA？A 就是 Assembly 会议，啊，所以 WHO。伫每当个5月，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开一个会，叫做啥？一当开一摆，开一个会叫做 WHA。哦，咱即摆知影啦 ，WHA 跟 WHO 爱分别是啥？哦 ，O 是 Organization，WHO 叫做世界卫生组织。啊，即个每当5月开会，即个会一当开一摆呢，各卫生部长拢来开会，即个会叫做 WHA。哦 ，World Health Assembly， 吼、哦，这吼各位知影，所以呢，我那咧写讲 WHO、WHA， 咱即摆有上课，我有讲，咱大家拢知影，什么叫做 WHA， 就是每年的5月 ，WHO 的卫生每一个国家190，目前是194个的卫生部长来遐开会，迄、那个会叫做 WHA， 吼、哦，来，哦，哎。我吼，较早我伫新罗平院长的任内，哦，我逐冬我去日内瓦六七摆呢，啊，逐冬就是啥，就是带团带队，带阮的员工，啊，含美国去的、欧洲去的医生，安尼几百个，我带六七冬，啊，变啊为了要我嘿，因为派我做迄个行政院顾问，啊，互我带队去啊，我去六七冬，啊，拢自费的啦吼，自费去，啊，有一冬多。霎时一当啦！啊，这个就是咧开会的所在吼，大会啊边啊，这是旁听席啦吼，哎，啊我伫旁听席，我伫旁听席，哦啊听到迄个中，我先讲咧吼，我甲秘书长讲啊，拢嘛你唔对，啊那唔对，你无要较早讲咧，台湾唔是国家，我迄阵都唔知啊，啊唔是国家就袂当加入啦，啊阮逐日去啊咧抗议，去啊逐当去啊咧抗议。哦，那阵即摆还阁去联合国咧抗议，讲要加入联合国啥？啊，你又唔是国家，你干呐害？你咱我讲啊，比如说你啊，拢厉害啦，你也无要较早讲即个发表即、這个，互咱知影讲啊，台湾唔是国家，去抗议拢假的啦，吼、哦。哎、欸，那阵你进去联合国总部咧讲叫你去抗议要加入联合国，哎呦，迄种。诶、欸，我讲啊，你较早呐，我知影，我免了六七档的时间，诶、欸，自费的，啊，我搁欠大汉，无法度坐经济舱，我拢搁坐商务舱呢，吼、哦，啊，逐档都按了钱去啊，啊，迄档咧抗议，啊，听到中国，迄阵诶，迄、那个中国迄个卫生部长叫做姓高，一字号做强，或者高强，卫生部长，伊讲吼，讲起落去，你听了会佩服，伊讲台湾吼，用咧经济讲啊，得。人的健康都是我们在照顾的哦，咱的健康拢伊咧照顾啦。啊，他们 SARS
都是我们指导他们怎么防御的。哦，啊，是不是讲啊？吼，咱的最高传播都拢台湾拢，咱的卫生拢伊咧甲咱照顾的啦。哦，啊，我伫迄边啊，听了，哦，下句有呐，飞机迄袂恁去扫啊，我怎徛起来？个话，来呀、啊！我伫即个旁观席上，我个话来呀、啊，来呀、啊，就是讲白实话，言语讲出来呀、啊，讲白实话。我当面个话讲，你讲白实话，啊，对，就是啊，几乎就是美国警察就随我啦，我唔是美国警察啦，迄个联合国个警察啦，联合国个警察。哦，随我来呢，随我来啊！啊，在我穿白衫吼，啊个有对我个医生有较尊重。哎、欸、呀，有人别人安尼随掠出去啊！啊，我当口罩个挂咧，啊个个退转去我位个去坐咧吼。哎、啊无甲掠出去，啊其他有一个人叫掠出去吼。伊、啊、我那相当我那尊重我，这个我以后中间过当个期看这个翕相翕个，伊讲啥？四位，这不坐下来。四位旁听上呛声，新楼院长红了。啊那呢，我以前哦都报纸第一版，中国时报跟中华日报第一版报我，哦、我以前都两个报纸第一版报的我呢，就是为着这个去呛声啦。以前啊，他真正袂忍的个啊，即卖想来讲啊，迄个根本就无可能个，咱加入个，啊去啊六七档了，六七档个时间，啊去咧加入吼，咱知影这理论了，台湾不是国家，根本不可能加入了吼，即摆知影了，啊迄、那个罗荣光牧师，啊伊伫咧叫我讲，来美国，我讲啊你要袂请呢，也可能、啊、台湾不是国家，你可要叫我，伊知影我拢领导吼，伊也要扛我做位去，啊看我领导几百个美国个医生、欧洲个医生，哦我去吼。较早乌白，阮去是变彩色的，是安那嘞？较早敢若像独行者因去是拢举一支旗啊，抗议。啊，阮去是，阮带迄个风琴啦，啥物啥去，唱歌啊，台湾转胜利，台湾走，我再记者来唱啊，好大细来搬，安尼欢喜到要死，唱一早起呢，足忝的呢。啊，记者无来，休困，哦，我等下。即摆想起哦，拢假啦，迄拢假啦，因都无可能会当加入面吼。迄阵唔知影理论啦吼，啊教会公布啦，我们现在嘛报个吼。好来，我正咧讲的是 Catherine 迄美国迄个卫生部长讲的话。即摆即个更加最近的啦，咧报台湾的状况。即个是当时呢，2013就是旧年了哦、喔，6月初9，主席部报的。啊，现在主席部会报价，这就是对美国来的消息。是安那开，开有只报道呢？我解释迄个状况。迄阵2013的这个6月中吼，拄啊习近平要去美国。哇，美国吼，知影讲，即个来绝对会讲台湾问题嘛，对不？伊要讨台湾嘛，吼。美国将足侪机密档案进前。发表啊！这主席部拢是从美国遐发表的，迄档案甲报出来，要让习近平知影讲，免讲啦，你免的，阮的档案都拢安尼，就是台湾都唔是恁的啦。哦，真正啊安尼有效啦。到尾迄个习近平都唔敢讲台湾问题咧，伊知影已经有通嘛，他讲台湾不是固有领土，是不是？有无？神圣不可分裂的固有领土，是不是？伊拢人掂伊，唔敢讲。哎，美国政府哪搞呢？将机密档案啊，加吼加报道了吼。这是特派员，美国的特派员叫做曹一芬吼，伫华府7日的报道啊，咱家9日较报了，这是美国的啦吼。哦，来讲一下啊，我主要这内容是讲哦，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这是咧讲哦，习近平看的哦，机密档案伊个档案出来，甲习近平讲。台湾不是中华民国，啊，不是你中国的啦，哈、哦。来，加一个要紧的所在。到位结论讲，台湾的法律地位，安娜，来加上个座位来读。要点多少只？这哪无注意哈？啊，这跟咱读的有同款无？无啦。他们的主张啦，咱即番还教科书，迄古早拢笨蛇，迄卖去插伊啊啦。
咱即卖说读的理论拢是台湾是被谁占领的？美国哦，你看，人家报纸对，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哦，哦，这真正嘿，报纸美国发表的，要给习近平看的哦。台湾是什么？不是你的啦，是我美国占领的啦。哦，根据《国安法》二三条下来占领的啦，哈、哦。大家有清楚哦，台湾的法律地位是啥？被占领的领土啦，哦，台湾确实的国际地位是安尼啦，不是哦，我是我等下讲，选举搞到哦，台湾是台湾人的，什么啥有诶无诶哈？来，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我最后一句甲写出来哈。我无要下课，啊，若要变数，咱家己踮着，咱对后壁去哈。好来。哦，这今天的重点在这，被秘书长交代我特别爱讲这個，了解一个中国政策 ，understand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政策。啊，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哈，在咱的，网络上，有啦，哦，一个中国政策，你去个点来看，哎，讲的讲英语的啦，哈，啊，我是听有，啊，我大家要听，啊，我有甲印起来。我是讲，等下老杨无应付大家一篇啊，但是我直接会来解说哈。了解一个中国政策，这篇哦，啊，你写几篇，啊，几篇，你写论文了，后壁都写讲，这是对对来，我将那篇对对来那篇哦，先甲放来头前，让各位知影。提供这些资料的单位是哪里了哈？叫做 image credit， 提供这些提供者的是多几个单位啦。来，你来看，美国国会图书馆，来国家档案馆，这边博物馆、白宫、行政办公大楼、美国地方法院、美国国会大厦、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新闻博物馆、国务院哦，好提供哦，美国国家安全部、国防部，搁一个来。政府台湾，这个吼，啊，伫内底我特别个放大个 ，USMG 台湾，大家咧讲，根本都无这个美国军事政府啊，台湾，这个叫环哪弄中环要改 USMG 台湾，就是台湾群岛下改，台湾群岛美国军事政府，翻译起来是翻译做安尼啦，台湾群岛美国军事政府，哦。台湾群岛，美国讲 USMG 台湾，有这个单位无？美国这美国做的啊，伊就写有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也甲提供资料呢。哦，不是咱啊民政府伫遮咧乌白操蛋的呢，真正是安尼的吼。啊，佫足侪啦，你看，陆美国陆军、美国空军、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太平洋司令部、红十字会、抵日内瓦这个国际委员会。啊，个什么博物馆啦，什么大学啦，啥，这些单位提供我即摆刷来要讲的，你讲的这些资料啦，吼，拢这些单位提供的啦，哦，这些单位提供，这安怎两面呢？来，伊这安怎讲？伊这用英语啊，我个翻译做迄个中文吼。来，大家做一看吼，许多教授、研究员、智库学者、学术界的人。以及国会委员们、国会委员哦，对于中国的主题都感到很困惑。在这整个事件的知识方面，某些自称是有相当专业的人士，都公然断言有两个中国。我们被迫质疑，为什么美国行政当局坚持美国行政单位讲坚持啊？那只有一个中国哦。不是两个中国哦，是干那一个中国尔哦。世界上美国一直咧坚持讲，世界上干那一个中国尔。啊，迄个中国是啥？迄边呢？不是遮呢？遮这个不是国家呢？吼、哦，来，让我们回顾到2004年，我拄仔在咧讲诶啦，李光光叔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伊个东亚及太平洋美国副国务卿和这 James Kelly 哈、哦。即个被要求解释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上述，伊要求，但是伊安那呢？
他没有办法做到，很不幸的，从2004年一直到现今，没有一个国务院官员对这个重要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详细的评论，令很多人感到，都前一阵拢无讲进，无讲台湾是啥，啊，中国是啥，拢无搁再搁正式国务院哦，无正式讲啦，哦。啊，事实上，美国行政部门坚持的一中政策，仅仅能够对一般大众很不熟悉的国际法理来解释。啊，若讲到国际法理，大家愈较唔捌啦，吼。咱今一直咧讲国际法理，大家普通人对国际法理唔捌哦。啊，迄啥物就是国际法，迄就是战争法，啊，含伊所属的迄个占领法。大部分没有这一方面法理知识的人都以为两个中国的争议是国共内战，事实上唔是。这个不是国共内战引起两个中国的，是因为历史二次大战。对台湾问题有较正确的认识，应该从二战里太平洋战区遗留下来的问题来探讨啊。台湾是属太平洋战区，不是中国战区啊。哦，台湾一直是日本的台湾，不是中国战区啊。哦，啊，所以所谓的中国专家似乎默认中国蒋介石底下的。1945年10月2日在台湾的投降典礼，这是投降典礼哦。定义成也重大日期下下呢，讲我这 Retrocession Day 哈，就是光复节了。啊，我被骗了，那是投降典礼呢，表示占领的开始呢，不是光复哦，不是光复节啦。啊，所以咱大概笨手讲是光复节哦，不是啦。伊讲台湾主权是属于中国，并宣称台湾是台湾的光复节了哈。然而战争法下，包括日内瓦公约、海牙公约和其他已制定国际惯例来称，都是不可能哈。投降典礼仅仅象征着现在，军事占领的开始哦，哦，军事占领的开始，征服者有权利。和切实的义务来占领已征服的地区，并解释任何占领区域的主权的转移。在二战期间，所有军事攻击台湾，迄阵咧讲拍台湾呢，90%，差不多100%啦，几个啊，迄个 Australia 的兵啊来念啦，剩呢99.9%吼，攻击台湾的是啥？美国啊，吼，你唔知啊？恁可能大家拢无迄个感觉讲哦。美国来咧攻击啦，哦，你拢唔知啦，你嘛，哦，你倒位人？好，分林，分，美利高也无走去到分林啦，较少啊啦。对啦，拢对安平港起来，拢对安平港起来，啊，伫台南遐好，空袭较走无落去，迄阵拢美军来咧弄的啦吼。台湾才是去哦，啊，迄阵吼，我用两三分钟来解释迄个战争的状况就好啦。台湾吼，迄、那个美国跟日本咧小战的时阵哦，迄、那个 Geraldine 就是迄个两个阿卡托姆，迄、那个两个死的吼、喔，迄、那個、飞机哦、喔，日本的啦，无，遐唔堪比美利高遐袂，迄个两个死的，堪美军战的，美军拢走无路去，拍哦，迄阵日本怎样啊？台湾空战的时阵，拢日本赢，啊，日本空战，日本飞机赢美国嘛。唔过到1940，美国发明迄个机器吼，迄飞机来吼，哇！日本了走好了，因为输啦，因为性能好啊，所以制空权日本拢无啊，唔敢叫弄啊！哎，美军来咧弄的时阵，日本飞机唔敢去哩啊，去哩就是叫拍落来尔啦，哦啊！但是拍落来好，遐人台哦，万载。才是日本拍落来，拢嘛讲话日本人。迄阵学生囡仔拢话蛮在，哦，事实唔是啦，是日本人。迄阵迄个 Geraldine 的吼，唔是美国的迄个飞机的对手啦，所以空前无忌啦，所以军舰啦，什么啥拢跪在美军咧轰炸，要来台湾就要台湾，要来对就对，吼、哦。好了，这是中间插的话啦，吼、哦。二战期间所有军事攻击。恭喜美国军事武力，但是麦克塞派遣的行政当局是由中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占领了哈。1945年10月以后，台湾是日本的主权哦。
这个咱讲大战结束吼，十月以后，台湾还是日本的主权地区了。直到1955年4月28日，就是那和平条约以后才结束，因为第二条米写讲日本放弃台湾的占领权嘛，吼、哦、啊，所以台湾这个土地都唔是日本咧管的啦，吼、哦，换美国来，换美国啦，啊，美国佮派这个蒋介石，麦克阿瑟派伊来吼。哦很明显的，就算和平条约指明 ，Chief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就是，来，搁耍嘞。1945年12月 ，ROC 仅是 ROC 以前中华民国了哈，这 ROC 以中华民国仅是被派遣来执行军事占领台湾的行政当局而已哈。啊，1942年12月 ，ROC 中央政府就以这分两阶段来讲，1945是蒋介石来。叫麦克阿瑟派伊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第二个到1949，中国灭亡啦，哦，啊，伊的流亡政府佮招来台湾，这都要分得清楚。伊来台湾是变作流亡政府招来台湾的啦，吼、哦，是流亡台湾的，吼、哦。来，1940年，随 ROC 中央政府迁来被占领的台湾，它是迁到中国国土以外的区域，它叫做流亡啦，吼、哦。啊，来第三条，由于那个1952年旧金山合约生效时，盟军已解散，但是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却默认或是继承是继续占领台湾哈、哦欸。来，我刚刚提醒的，这不是咱台湾家在讲的呢，这是美国发表的文章呢。啊，拄啊，只我写的遐单位提供资料的，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呢，哦。哎，足侪人看到这讲，哎呦，哎，有影，看来真正是安尼啊，哎，哦，这不是咱民政府家己做的哈，啊，不是我做的哈，这是我对那个美国那片一个中国政策，你若等于伫网上，啊，你甲起咧，迄种讲言语的，就是咧讲遮，内容咧讲遮，哎，不是，这不是咱民政府咧做，不是我曾某某咧甲恁讲的哦，我是对遐翻译过来，翻译到迄篇文章，翻译到互咱看的吼。换句话说 ，ROC 当作美国，当作代理美国占领。另外，为了维持流亡政府的法律地位，吼，迄是迄个，这里啦，英语我特别个讲个 ，proxy 是代理的意思，代理占领，吼。Proxy occupation 是占领哈，那 ROC 是当作代理占领，代替美国来占领的啦哈。好，来，这个演绎是下里这名家的 ，ROC 是当作代理美国占领，另外为了维持流亡政府的法律地位，哦，法律地位这里有两个疑问，什么疑问？是啊 ，is Taiwan。啊、part of ROC， 台湾是 ROC 的一部分吗 ？ROC 是啥？中华民国了哈。台湾跟是 ROC 的一部分。不是。哦，嗯，啊、来第二点，台湾是 PRC 的一部分。PRC，P 是 People， 哦 ，People， 人民，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哦。PRC， 咱刚才讲 PRC， 而且 ROC 哈、哦、，PRC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个是。因为事实上，美国其实当时从未承认台湾被武力合并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域内，暗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的证明文件如下：台湾不是 ROC 的一部分。好，来，这个是一个美国的法院的对宪吼对罗杰案的内底，伊咧判决了，判讲吼，中国临时首都从1949年起 ，ROC 的临时首都在台湾台北。并且在这岛上执行行政权，美国的法院有判案例了哈，哎，但福尔摩沙的主权并没有转移给中国，福尔摩沙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至少还没有，而且除非有适当的条约生效后，福尔摩沙可说是 ROC 啊，我现在讲较紧嘞，台湾不是 PRC 的一部分了哈，在国会研究报告里面，有人讲较足清楚，唔是
R O C 的，啊，不是 P R P R C 的了哈。好来，好来，啊，这一个美国跟1979年美国跟中国要建交哈，建交有三个公报嘛，1972、1979，啊，跟1982年，美方没有明确的叙述，无贡献。美国认知台湾海峡两岸只有一个中国，哦，不是两个中国哦，哦，只有一个中国。啊，美国政策里没有承认啊 ，PRC 对台湾拥有主权，哦 ，PRC 无主权 ，ROC 也无咱台湾的主权。美国政策里没有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哦，这美国政府一直在讲台湾今天不是主权国家了，哈。来，最后一点，美国政策是台湾地位 undetermined 未决定，台湾的地位还阁未决定，目前是被占领中呢。哦，啊，伊的地位到今还未决咯，吼。因为美国这美国写啦，这篇是对美国国民来的啦，吼。所以美国家己发表这的总结 ，PRC 1942年12月11日北京建立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台湾不属于中国，也不是独立的实体，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区。来，阿家公，啊，美国的占领区，台湾是不是美国的一部分？不是哦，不是美国的一部分哦。答案不是哦，爱讲个清楚，是美国占领的了哦，不是美国的国土哦。那个台湾的法理地位。有如在美国独特的法律架构内，作为军事政府占领托管地 ，USMG 啊，哈啊，托管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美国行政当局能在一中政策下更明确地阐述。所以，台湾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occupied 占领被占领哈 ，territory 是领土 of the United States。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区。结论来讲，吼，这篇写啊是美国遐足侪单位，唔是咱民政府写的哦。那咱家己写这讲，你个狂想梦想，你家己写这個，唔是啊，这哦，唔是，这美国写的。啊，恁等于这网站，少年网站你个拍给你，遐伫头啊第三四页遐有一个中国，你个拍入去。啊！伊个内底有中文的字幕，但是伊个用写足简单的英语啦，伊个用英语用足简单，为着要让知影，伊个英语用足简单，你慢慢去甲听听哦。这篇我了滚了十分来讲这哦，但是要各位知影，只有一个中国呢，一个中国是哪里？哦，啊，那边有没有台湾的主权？美国国务院甲咱讲个清楚，你中华民国政府也无台湾。诶，主管 ，PROC、PRC 啊，无呢，拢总的主管呢，吼，台湾是阮美国占领的所在哦，吼，诶，来 ，People on Taiwan 是什么意思？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那叫做 people on Taiwan 哦。马英九是 people on Taiwan 啊 ？on Taiwan 哦，到底台湾的人就是 people on Taiwan 呢？啊，另外搁一个来 ，people of Taiwan 是啥啥？是什么意思？本土台湾人对，哦。We are people of Taiwan. 马英九是 people on Taiwan. 啊，那个台湾关系法是对象呢。People on Taiwan， 台湾关系法啦 ，TRA 的英语叫做 Taiwan Relation Act，TRA 台湾关系法，简称叫做 TRA 哦。TRA 所指的是指 people on。台湾哦，这個、people of Taiwan 差一字，这意思呢，足差足侪啦吼。来，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嗯，唔对啦，台湾是到底台湾的人诶，对不？
我胡伦霞伫台南，我逐摆去演讲，我若即句问在，对的人举手，100%拢举手。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对无？咱吼，咱伫这民政府吼，卖讲感情，卖讲选举，卖用法律，吼、哦、啊，到哪来选举搞咧？台湾是台湾人的人，对无？对，我拍无啊，哦，对，台湾人诶，即个台湾人诶，迄个选举选举语言，吼、哦，啊，是用感情因素啊，我着从出世着一只时安那，我毋是台湾人，哎，来。啊，我问啊，秘书长，台湾讲的这个饭店，安巴萨拉 hotel， 国宾饭店，哦，国宾饭店，来，国宾饭店是不是在国宾饭店的人的？几股门来，大家讲啊，不是，是的，举手，无半个举手。拄啊，只讲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大家拢举手，哦，大家一定安尼啊，普通人一定无读法律的人啊，哦，啊，哪个问这条咧？我讲诶、欸，啊，这两条有啥无共款？不是同款住伫遐，一个住伫国宾饭店，结果出伫底国宾饭店的主管伫谁的手？你台湾的主管伫谁的手？来，你要提出来，你台湾的主管伫谁的手？敢是你台湾人诶 ？No， 哦，你台湾的所有权状在哪里？治理管理权在哪里？要从法律及国际条约来找哦，要讲到台湾的主管。大家没人讲，自古以来，台湾是我们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欸、对面大家讲的话啊，即卖唔敢讲啊呢。你国际读了，伊唔敢讲这个话啊呢。较早讲台湾同胞，即卖讲，即卖无讲啦吼，即卖唔敢讲安尼啦。不要只用感情意识及政治语言来讲啊，台湾是台湾人诶，对不？对。你算古搞啊，那么济，哦。这块土地是谁的？你谁在讲的？是日本天皇的。哦，咱即摆要跟人讲了哦，跟人讲，哎、欸，台湾不是咱台湾人的，伊讲啊，你这乌白讲，台湾我先出事了，这都不是。往咱照国际法律来讲，咱卖感情因素，卖用政治语言，哦，照国际法律讲，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本来是谁的？日本天皇安那退来？啊，这块土地本来是满清皇帝的呢，哦，啊，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以后，满清输，将这块土地割让给谁？后壁这句都要加落，未使讲干那日本尔，土地的所有权拢伫皇帝的手，那时中国是满清政府的皇帝身上，所以。迄、那个《下关条约》吼，是满清的皇帝对日本的皇帝两个咧办啊。那阵是一间公司，当时长就是 owner 所有权人。你总经理只不过是我请咧管理的尔啦。那阵就是日本天皇啊，请你做日本的宰相啊，土地唔是你的，是我。哦，这样咱来理解啦吼。迄是天皇的啊，所以这个土地是谁的？1895年1月17日，这里啥？有下关条约。大清帝国大皇帝对大日本帝国大皇帝两个皇帝咧写，那是皇帝的嘛？啊，你敢知甲午战争是为着什么引起的？啊？甲午战争是什么原因引起来？哦，跟鸦片战争跟日本无关系啦，哦，甲午战争是甚物引起的呢？韩国哦，迄、那个要求日本政府皇帝讲，请你来管管，我唔爱互满清管，我唔爱互中国管，啊，即摆满清就讲，不啥啦，你日本啥，为着安尼两个小争起来呢，为着这个朝鲜吼，哦，伊无爱和中国管，伊要爱要和日本管，啊，讲日本讲好，我来管。迄时阵日本都明治维新，哦，了，哦，国家等于就强，哦，啊，我强，啊，整来个，这么几日呢？
中国兵啊输个啊，他订立下关条约。哎，你订条约吼，爱伫什么所在订的？迄个条约就是迄个所在，就是叫迄个所在名。啊，满清政府拢讲马关，事实不是马关，伫日本的下关，下关日本的叫做西摩罗塞基，所以这条下关条约叫做西摩罗塞基 treaty， 下关条约。哦，咱拢习惯讲，中国政府都拢教咱讲马关条约，事实上爱讲下关条约。啊，这下关条约吼，伫日本啊，伫日本的迄个九州迄个下骹遐。伊底下定的，所以叫做下关条约吼。你看，下关条约是四月十七日以前，这原文啊，大清帝国大皇帝啊，含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是皇帝对皇帝啊，不是政府对政府哦，是皇帝。我清朝皇帝将这个土地交予你日本的皇帝哦，所以土地所有关系。皇帝哦，安尼大家清楚啊。咱较早拢是讲啊，都予日本的日本啊，是安那个分个天皇分个啥？唔是，用公司的啊，总经理跟董事长的差别伫底哦，所以一定爱用迄个天皇。这个土地是啊，都清朝，这个本地是清朝的啊。下关条约将这个土地交予日本，像天皇，所以这个土地。啊！日本天皇有将这个土地安那？旧金山合约甲讲，伊放弃管理权的。哦，啊来，马紧，也未中间，大清帝国吼，都、哦、这个，迄、那个开始，伊写三个所在呢。好来，第一条吼、哦，所以下关条约第一条写啥？中国任命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失独立自主国。哦，第一条的，因为为着朝鲜，诶，小陈硬起来，伊要互日本管啊，但是伊就承认讲，好，你朝鲜是迄个独立的国家。哦，第一条，啊，第二条才来写对呢，割让三个所在嘛，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割让三个。啊，咱的。他个车，叫我写到辽东半岛，无，拢无可能讲这個。事实上是那个辽东半岛有割让，有，但是，这条主要内容都免看了。好，来签订了，因为下关条约关于辽东半岛割让于日本是违反国际法。哎、欸，先生，违反国际法，国际法内底。领土未当割让，领土国家的领土不能割让，干啦是迄个殖民地 ，colony， 它会当指那是 territory， 就是领土，领土拢未上割让，国际法内底啊，当时的殖民地，所以台湾割让可以，啊，辽东半岛嘞。是清朝的领土，不可以。啊、所以下关条约啊，关于什么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俄国、联合法国、德国提出抗议，逼迄了日本的十一月七八哦，有几半当以后，他跟大清国签一个这辽南条约，先交还给日本，为着安个第三千万六了哈。啊，这三千万六历史有记载，有去起迄个桥路来甲过，京都地带是用这条三千万去起的。日本迄阵干那一间东京地带嘛，啊那东京地带毕业生哦，就是好，也免考试，也免啥，都去做大官啦。哦，对东京地带大家好足个啦。啊，到尾因为足穷嘛，啊所以京都地带卡佫开始用哦。哦来，所以有一条叫做辽南条约。领土有两种啦，吼，一种是叫做 colony， 吼，啊，一种是 territory 吼，就是领土 ，colony 是殖民地。那先就讲，1895年台湾是清朝的殖民地，才可被割让给日本天皇，吼，这大家看有啦，吼。1898年，美国跟西班牙战争，
西班牙战败将波多黎各、丘巴、关、菲律宾等西班牙的殖民地割让给美国为殖民地，哦，殖民地也当割让啊，迄、那个领土都袂使哦，国际法领土，因为较早1830年以前，拿破仑时代占着就是我的，占着就是我的嘛，吼、哦，啊，这条法律若无改。所有的土地拢美国个啊，因为美国拢占领，哎，啊，就迄阵甲改讲领土，袂使，唔是1830年以后改做讲领土袂使割让的，1830，啊，以前拿破仑时代是，我小镇我赢，我占你个，这就是我个啊，占着新人个，啊，但是国际法即卖规定安尼啦吼，哦，啊，古早将这块土地。和台湾啊，这个土地应该是安尼呢。啊，迄后山遮清朝管不着啊，清朝敢若管着遮呢？啊，将这个台湾，和日本天皇啊，啊，日本天皇，你咪我后边遐拢反抗啊，哦，他了十年的时间，1895哦，下关条约，一到20档哦，到1915。他征服整个台湾，他台湾他主权，他控制整个了哈。啊，1937年起，在台湾实施皇民化，这要给人解理论哦。那来怎样？就是1937到1945皇民化哦。来，我跟咱举一个例啦哈。北海道是本来是像的爱奴族的呢，啊，日本去甲占领，啊，变作日本的。殖民地，啊！伊个开始个繁民化，什么叫做繁民化？就是个教育，啊个改善，啊个改善，啊个宪法实施于北海道，和北海道并设日本的 territory 领土。北海道原来是安尼来的呢，日本用这个方法要给台湾，要对 colony 要变对殖民地要变作。领土，看，你开始，1945，到当时宪法颁布，四月七日，来，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下诏书，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于台湾。哦，四月七日，来，这是一个要紧的哦，哎，一个要紧的，咱一直咧坚持讲，是安那才是日本的，因为，来。伊吼四月一去开始征兵，伊靠变作台湾是土地，台湾人开始当。较早台湾去予日本调去做兵是做军夫尔，袂当做日本兵。四月七以后，调去的兵变作日本兵皇军啦。哦，你这有差啦吼，你当较早军夫，你捌听的无？四月七以前调的拢是军夫，袂当做兵，殖民地袂当去做兵啦。哦，啊，变成领土了，开始当这边，啊，所以四月七号台湾依法变成日本的现在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反正这种形容词了哈 ，territory 就是了，你别什么固有领土啦，什么现在神圣不可分割啦，这种形容词那样了，领土就是不能割让，哦，领土袂当哈，如同辽东半岛四大清丢来。问题来了，台湾是已经是日本的领土呢？会当叫会当荷兰袂？所以卡纳嘛，台湾都无啊，都是中华民国的，无啊，都是迄个中国的，无啊，都是美国的啦，拢袂当啦。哦，国际法就明伫遮啦吼，所以咱一直咧坚持就是即个国际法伫遮。我这是简单讲一下，这个普兹茅斯条约哈，啊，这就是伫美国的纽汉下一个 Port Mouth 这个港口定的，就是迄个日俄战争，日本跟苏联战争，哦，啊，时阵苏联耀武扬威，讲伊的迄个军舰是全世界地中海舰队上强的，哦，啊，都跟日本战的，哇，日本哦，当迄个渤海湾遐等伊呢，等伊对遐调来，唔知几个月哦，精疲力尽。搞一日，人家都规个
甲迄个苏联遐全世界常用的迄个震感，大家拍点，所以日俄战争哦，一打久啊呢，带伊几个月，按对迄边，对地中海迄边一直驶来到太平洋遮，日本伫遐咧等伊，大家弄点落，所以日俄战争啊，无人出来调解啊，只有美国总统来调解啊，讲来，恁来。你来，这个 Portsmouth 普兹茅斯条约，就是伫 Portsmouth， 就是我咧讲的，伫什么所在订的？迄个条约就是迄个名称，伫美国的 Portsmouth 订的这个条约叫做普兹茅斯。伊就迄阵迄条约就是美国总统出来调停迄个日本甲苏联的战争，啊来订这个条约。啊，这个条约写讲渤海遐啊，什么半岛啦，啥啦，遐拢互日本啦，哦，啊个库页岛一半互日本啦，什么啥啦，哦。这个库页岛家了哈，好了，我这时阵要甲各位讲的，就是，哦，也不是帮是什么第一要塞李顺港的南满铁路了，什么现在拢总给日本了啦哈，这就是 Portsmouth 普兹茅斯 Portsmouth 的 Treaty 哦条约讲的了哈。来，我这边要用这个，我是要简单用几分钟甲各位知影北方四岛的问题哦。北方四岛，第一就是《和平条约》里面没有讲到北方四岛，所以黑龙江是日本的，去给苏联占去呢。无讲这土地要给苏联啦，啊，苏联占去啦，啊，苏联这个国家哦，那日本他们友好条约嘛是叫，互不侵犯条约啊，伊嘛是叫讲，啊，来，我即摆要给大家知影讲这四地啦，哈，这四地岛哈。这两三是北方四岛。啊，这个慈湖岛是干那一百平方公里的啦吼，啊，这个里亚哥，啊，第三地千五，啊，第四地三千里，啊，日本要去阿倒嘞，啊，伊讲阿不好啦，啊，你著一人分一半，两地行李啦吼，啊，日本介袂，两地偌，这两地 A 跟 B 要行李偌多，350里，剩下这两块大地伊袂啦，伊无要行啦，日本当然唔嘛，啊，所以北方四岛尽量也袂行。对啦，等下日本这边来，那集体自卫吼，阿廖看安那，你到时无，伊就爱一进吼，日本政府进是迄个新宪法的政府，唔是明治宪法的，明治宪法政府开当托家，啊，所以比如就咧讲，就靠咱台湾去托，就是咱是明治宪法下的台湾，所以咱有管理堂去托北方四岛，照国际法。是啊，啊，因是日本的，迄新宪法内底的日本呀，啊，咱是古宪法、明治宪法内底的皇民啊，哦，所以有差呢，嘿。哦，我各位知影嘞，迄、那个苏联讲要两地行，也实是两地比赛要行人尔啦，哦。来，来讲到迄个开罗哈，开罗宣言哈，这是宣言俩，唔是条约啦哈。啊，开罗宣言吼，我用这边啦，伊拢写讲偷得了吼。日本是中国偷得的所有领土，比如满洲、台湾啊，应归还给中华民国。哎、欸，敢偷诶？咱拄仔只讲咧，下关条约是啥？敢偷诶？台湾是正式清朝皇帝，互日本皇帝啊去对待偷来，对待偷诶，无嘛？啊，我即摆写这个目的就是要讲哦。虽然是有开罗宣言可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吼，拢无叫开罗宣言行。我记一个咧，开罗宣言内底有一条讲吼，台湾是由美中共管。开罗宣言写安尼哦，美中共管。结局咧，和平旧金山和平条约写啥？由美国。哎，啊，到底是？啊，到底不？伊拢无咧叫这个嘛？这不好嘛，这宣言点嘛。那阵哦，我看明天小怕，阿什么我小的讲，嘿，料吼，伊引导迄个头前迄个点，互我知一下，知啊歹啊，啊敢啊无定教育啦，敢那讲讲的尔，无遵守，嘿，谁讲的无遵守？宣言尔，唔是 treaty， 唔是条约啦。啊，所以开罗会议吼、哦，来，我举一个，可能恁较知影。哦，来，以前我都在讲美国是琉球岛唯一的治理当局哦，迄第三条下来哦，
啊，开罗会议是讲美中领导人会议记录共管哦，规定讲共管哦。啊，对美中共管的构想演变成美国单独管，足以证明罗斯福和蒋介石之间的开罗内容，并非绝对能成为对日合约条款。对日合约拢无讲到开罗宣言哈、哦。来，啊，搁一个条约，互恁知影，什么叫做德黑兰？德黑兰会议，无人知影哈、哦。我讲一听，开罗宣言是美国、英国啊，含中。蒋介石三个开的，是安那苏联无爱参加，伊讲闹这个蒋介石底下吼，恁爸无爱参加，那真正是安尼啦。啊，所以讲安那呢，变作，伫开罗开会了，吼、哦，伫开罗会议了，十月27，去蒋介石等于较晚苏联斯大林来伫德黑兰，吼、哦，伊朗的首都德黑兰来遐开会，过日就随开。内容和开罗会一样，啊，就是斯大林不爱跟蒋介石开嘛，啊，所以这德黑兰会议会发表的日期是十二月七，这点你来记嘞，十二月七，啊，开罗会议是当时，十一月，啊，无啦，十一月二六，哟，开会开到十一月。啊，二七才开始，这天是一只二七，哦，伊开会是四日嘛，五日，二二到二六开会，二七才发表开罗宣言，啊，二八开始，才换斯大林来，开到到三十，啊，所以德黑兰会议的是十二月七日，哎，啊，所以哦，你看足侪吼，英国的发表的文章吼，你也看写。开罗会议是十二月一号，啊，你知影我咧讲的意思，就是内容相同啦。啊，因为是迄个苏联来，所以英国拢写讲十二月七开罗会议是十二月七。啊，你们讲哎、欸，啊，这日期错了，不是错误，是这个关系。啊，你听好无？哦，德黑兰会议内容一样，啊是十二月七，啊开罗会议是十一月二七啦，哦。啊！但是英国政府拢写十二月七，所以你讲开罗会议十二月一号的开罗会议，英国拢写安尼呢？哦，我去查文献，英国拢写十二月七，哦，所以不要来。哦，第二次世界大事哈，开罗宣言十一月二七啦哈，啊，德黑兰十二月七啦哈，这怎样哈？啊，过来。1945年四月七，下诏书讲台湾是变作日本的国土。这四月七，啊，唔过台湾会当派参议员，派啥？因为是领土啦嘛，啊，所以派参议员、众议员，几个拢去吼。后来，啊来，1944年6月6号，诺曼底克大登陆，哦，这是历史大战的大消息啦吼。李内。啊，抵赖了无一当，德国就投降了哈。德国在迄个五月七八投降，啊，日本当时投降，哦，一个冻三个月哈。伊德国了，啊，所有的人拢入来攻日本啦哈。啊，伊一个冻三个月哈。啊，德国早都翘起啊。啊，来，波茨坦公告，哦，波茨坦来，大家唔免知啊。您捌听到波茨坦公告啊？唔知波茨坦公告是啥？我甲恁讲，唔免记伊内容。波茨坦公告就是咧对日劝降书，吼、哦，你也记得。波茨坦公告是对劝降书，这对日劝降书，啊得，啊，你日本啊紧投降啦，吼，啊，我得你的兵啊，互你转去啦，啊，你的土地我甲你安啦，啊，你无要甲你杀人啊，将我那放啦，啊，什么啥优惠条件拢开给他，开予日本政府，波茨坦。就是劝降书啊，这波茨坦宣言就是讲，啊，你就紧投降，哦，德国也投降了，你看阮即卖军队愈强啦，什么啥啦，啊，你紧投降，我给你优惠条件，哦，波茨坦宣言，排文第八条，写着讲，我们愿意履行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有一点多好，第八条内底写讲，他愿意履行开罗宣言，都伫第八条了，含咱够关的，啊，无，拢是咧劝降书尔啦，吼。
然后我将卖讲了，因为我无啥时间当讲这。哦，第一颗原子弹在迄个広島啊，長崎哦啊哦，伊个《互不侵犯条约》内底苏联嘛，哇，苏联啊，伊五年啊，也未到四年尔，苏联就开始德国去评伊无好，较早跟德国咧争，伊就跟日本讲，咱两个互不侵犯，订五档啊，迄边拍了啊，伊无好犯的，我就来讲，一个打四档尔呢，伊照个。把日本劫去，东北叫日本劫去，啊是安那东北向军叫日本劫去，日本军作用啊，是安那，东北的红军哦，1944年拢调转来台湾，迄阵听伊讲美国要来攻台湾，啊所以将日本的皇军两师调转来台湾，东北人放空尔，啊所以苏联逼一个入去，阮迄个迄阵中国有五个政府嘛，一个是迄个东北迄个啥？迄、那个满洲政府啊，哦，啊西安是迄个共产党政府啊，啊南京是汪精卫政府啊，啊重庆是四爷娘了，重庆是迄个蒋介石啊，四爷中国有四爷政府呢，啊两个跟日本干兵，两个跟美国干兵啦，哦跟日本干兵的满洲这个啦，啊南京这个汪精卫啦，哦，啊所以呢。共产党的西安跟重庆的蒋中正，因两个较挖美国的啊，所以中国四个政府内底，两个挖美国，两个挖日本呢，唔是大家拢咧对日抗战呢，无影呢，无影无食呢，一半是无对日抗战，一半是啊嘛无影，拢走咧边啦吼。来，所以吼，伫这个。八月西站哦，日本天皇哦，就透过瑞典及瑞士政府向中美四国召会安那，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啊，你听我这意思不？也公告是咧公告啥？劝降书嘛。啊，我愿意接受，就是表示我要投降了哦，无条件投降了哈。啊，所以兵社是重庆时间8月15日上午7时，靠兵社统一发表这，哦。接受日本的接受波茨坦宣言哈，我介绍下你的政策啦。伊讲我会接受波茨坦公告，啊，就是我愿意投降啊哈。来，这个命令，我来了解时间，我各位看一下哈。这个1945年8月17日哦，8月15日投降了嘛哈，杜鲁门总统核准授权麦克阿瑟。高伟彻底对日本接受投降命令，爱卡美国为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有权分配盟军的占领区哈啊，所以伊卡即个麦克阿瑟佮发现即 General Order Number One， 迄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的哈，麦克阿瑟活几岁？迄个84岁哈，1900到1960嘛哈，我84岁，弄到13条。啊，13条内底哈，我简单讲咧，蒋介石是接三个所在，接啥呢？唔是接土地哦，接日本军的投降啦，一个中国。啊，满清那个地方要归给苏联了哈，中国、台湾啊，含北越，和蒋介石去接受投降啦，北越啦，哦，啊，迄个满洲含北韩，靠苏联去接受的。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啦！啊，蒋介石有三个，伊有去越南无？有哦，伊去半东尔，派迄个卢汉带20万的军队。哦，加下讲中国哦，满洲除外，台湾以及北越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啊，满洲啊，含迄个北朝鲜库页岛向迄个叫啊，村内家啊，大家拢交换，先蒙巴顿啊，先。接咧，大家拢接咧，啊，就行啦咧。干那咱上歹运，去哦，蒋介石接咧人，拄啊拢无行，咱台湾人足啊，我歹命哦。哎，有影，蒋介石接一个，大家拢转去啦，遐接名。啊，你看，这个中国满洲说委员长的，哦，台湾只派去，蒋介石派出诚意接受日本军投降，我只代表来对台湾的人民代表里面，拢林茂先都出面。
敢那加加三个拢二十八台死的，都同名无死啦，高雄一样院的创设者都无死啦。啊，是日本的代表安田利吉在总统嘛吼、哦。我用这個出来讲，咱派文章，我叫蒋介石来，咱太平洋战区开去叫中国政府的迄个蒋介石来，不是，不是，迄、那个迄种挖美国的啊，伊就是日，就是讲美国惊台湾，惊因为。美国惊台湾，因为美军从来不被打败过，刚刚被台湾军打过。迄、那个菲律宾，台湾军去个霸占，去个占着美军马加萨撤退了。伊讲 I shall return， 我要一定回来。迄就是台湾军去占的呢，哦，惊台湾啦，啊，惊要来占领吼，遐些，好来来，你怎解释来？来，唔知台湾向乖啊，啊，无啦。二二八屠杀了，人大家乖起来，大家惊死了啦！啊，无全人死的啊！好来，这爱国军哦，各位知影一下，这个接受终战日吼，一直被蒙骗为光复节。啊，这个过当的一月十二，这个解散日训令，查台湾人民现在变作日本人，变更为中国人，再就为离国去，应恢复国籍了。哦，这个训令将台湾人，将日本台湾人。变作中国人，啊！这个违反国际法，是安那呢？有这张是迄个01120197号的训令的哈。国籍变更应该符合自动意愿合法三个原则。敢有？无啊，拢无甲咱讲着。咱的祖先拢一声都甲你变作中国人了，啊！咱无意愿了，就是你即摆要变美国人，还是要变一对？哦，拢要有意愿，家己意愿爱合法哦，无啦，拢叫来，这个吼，这个你看，迄个英国啦吼，英国大使馆，你注意看这只，我用这边各位看的是啥？关于台湾岛移转中国事，英国政府以为应依照1943年12月1号开鲁宣言同盟国和向该省不能自身将台湾主权由日本移转中国。哦，注意看哦，1943年12月1号的开鲁宣言，伊用12月7日咯，哦，伊无写讲11月27日咯，啊，嘿，啊来，写讲啥？应后于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其他正式外交合可，因此台湾虽以为中国政府统治，英国政府欠然同意台湾人民业已恢复中国国籍，英国反对哦，啊，美国嘛反对。美国国务院致中华民国备忘录，备忘下表明英国立场完全是国民政府答以为方便管理之暂时措施，一暂时措施到60几档了，这是暂时措施60几档了啊！啊，台湾人排名了，记得我啊，这不用讲了，这我啊，过来，这个，目前 RC 在世界上消失了吗？实在消失了。你那不行哦。你在 AIT 里面 AIT 电脑上网，啊个打签证服务，啊看到 ESTA， 啊拍里面 ESTA， 拢无 ROC。哎，只有台湾啊有中国没有 ROC 啊。在日本的，在美国的发展内底无 ROC 啊呢。伊说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叫伊不是叫 ROC 哦。我搁摕一个从几分钟，我摕一个给大家。TRA 啊，旧金山和平条约，52页49，马跟这。好来，第二条 B 搁复习一个，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岛以一切权利名义以要求，就是放弃主权权利，就是放弃管辖权，相对的南西负有主权义务。哦，啊这西无关的啦，这西无关的。啊！日本天皇8月15日，因为崇光圭是代表迄个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爱分开了吼。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是日本政府，就是27条，全部对日本天皇没有处分。啊，这个台湾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对伊无处分。啊，这个土地是啥个？也可是日本天皇的嘛，无对伊处分。你讲无对伊处分对啊，所以土地伊照常，伊敢若放弃管辖权尔，
主管也阁是，阮兜即间厝我爱管啦，啊土地嘛是啊我的，啊侬恁看恁要啥物去用啊？啊美国占领的啊，所以台湾的主权从属于日本天皇啊、哦，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后来我咧讲的就是这几条，23条哦，啊，搁一个第四条 B 吼、哦，有写着 USMG 啦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的哦，所以美国军事政府有无？这边这些内底第四条 B 都有写个足清楚啊。好来，这个法律这复习一遍啊。军事占领不得移转占领地主权哦。我从这个以及这来这对起的美国的野战手册第六章的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的哈。阿、哦、哥、啊、来第二个，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而在流亡地方自行管辖权哦。以这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这是拢不合法的哈、哦。这是西变更国籍这些。这不用讲了哈。秘书长，迄阵吴切讲，你唔知道有听到迄消息无？两当前底迄时阵，秘书长讲，哎，输八十万票。美国甲讲的 ，CIA 甲讲的，真正输八十万。啊，我用这吼、個，国后全世界后一票会当提几元啦？30块啦。啊，政党一当提50块啦。伊是安那个要用这個，为了投票率。那投票率无达到50%哦，全世界就拢承认讲啊，你这个政权不行，不能办选举，无50%啦。啊，所以咱讲啊，所有的选举咱卖去算，看会当好较低未？吼、哦，伊用这鼓励你民进党，我要摕一条民进党的迄个给各位看煞。啊，这张吼、哦，你唔知怎样意思无？捌看无？这张，伫马英九连任的时阵，伊伫迄个伊的总统府内底挂一支这条旗。伊有头发力，伊知影讲，伊也要组织台湾民政府。伊就用这要做台湾民政府的国旗咧。你们看伊讲，哎，啊，现在变造公然违法，哎，人伊头脑有那偌好咧？伊想要做，伊也要做台湾民政府呢。迄个伊拉克当时是几个民政府，百外个呢。大家都要啊，甲美国较竞一个呢。啊，美国到时台湾的竞争。当然是跟迄个各美国迄个林志坚啊，哦，你安听好无？虽然到时诶民政府足侪出来了，会跟去各美国迄个林志坚，哦，恁记得这点啊？所以对这组都无唔对啊啦，哎，啊，真的是安那，我讲真坦白话啊，对这组无唔对啦，哎，一定是你无论百几个民政府，到时也是林志坚这个尔吼。哦如果你这么讲台湾啊，这我好像这免讲啊，我有一张，搁一张给大家看一下的。这个吼，这什么叫做台湾人吼？这个咱的定义吼，本土台湾的定义，1945年9月12日十点起，原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含伊的户的叫做台湾人。哦，咱的民政府的定义是9月2号哦，1945年9月1号以前到你家，咱的阿公，咱的阿祖。拢在你家，咱传落来，咱拢是台湾人，吼、哦，咱就是 people of Taiwan。啊，迄当对日本的迄个户口去查，吼、哦，就知影咱是本土的台湾人，吼、哦。我要提民进党去丢。啊，这蒙牌吧，中华民国的蒙牌。啊，这是2758联合国决议文，就是你看，迄、那个蒋介石。应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他在什么组织机上，要先上所非法占领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呢？哦，就无礼貌的哦，啊，甲蒋介石讲驱逐出去，这是，好、哦、来，这张我要最后一张，我各位看最后一张哈，我各位看一下就是讲哦，民进党哦，以这个决议文哦，1995年这个民进党第八届第二次代表大会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都唔掉去啦吼。啊，其主权现在台湾依目前宪法为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都翘起啦。啊，你今年搞的中华民国，民进党啊，这民进党啦，啊，
民进党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我用这种，因为后边做侪，我时间都到这尔哦。后摆有机会，伫来倒来咧迄、那个咧点招的时阵吼，我讲一寡是啊，各美国政府是啊，那块美国政府的判决是啥，迄拢英语的，啊判决大家拢听无，看无啊，讲是啥物被 reject， 唔是，唔是被 reject 啥物啥，我从迄个个各位知影吼。好，多谢大家，谢谢。各位同心，好好。